哪里去了？人呢？赵美人，赵美，你走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？大姐，救命啊！救救我啊！有坏人追我！快！怎么有坏人呢？人贩子啊！要把我卖掉！先进我家躲躲！不要拦住我！给老子站住！跑了呀！过来！我过去。干嘛？来我家，出去！我跟你说，不关你的事，马上把那个小妞还过来。要不然等一下，没有你的好果子吃。我警告你们了，马上滚出我家，不然我告你们私闯民宅。我跟你说，把那小妞还过来，我马上就出去。你再不还过来，等一下我把你一枪掉。就你还有一个啊？天然不了你。天然有路你不走，地无门你不愿闯，进里面屋子里面，干老老子关门打狗，对，把你抓了。对，你们两个不要这么嚣张啊！他说了，你们可是坏人，刚刚还绑着他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再不把他还过来，等下后面还有更坏的呢。对，明知道我们是坏人，你敢收留他，你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啊！对呀，过来。别动手。你们天天打我，还要把我卖给老头，我又不跟你们走呢。听到没有？识相的，把他放了。看在你家里面，在家里面留你一点面子，要不然连你一起抓了，到时候把你屋子一烧，老子就干你了。就是卖给那些老头，原来你们两个是那种可恶的人贩子。你们识相的马上走，不然我就报警。走不要走啊！报警！先过来。对，打死我也不过去。你们彻底的惹火我了。哎呀，我要弄死你！哎呦，既然敢来了，我再来撒野。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啊！你这个臭婆娘，你居然敢管我们养贩子的闲事！你这个脑袋肯定是长了30个坑，有种的，你在这家里面给我挡着，我回去搬上20个兄弟过来，把你这个家这个砖头一块一块拆下来，兄弟咱们看。哎呦，不能放他们走，他们还关了几个女孩子呢。闭嘴！啊，本以为仗着有一点三脚猫功夫，在你家里就可以肆意妄为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可是有团伙的。你但凡染上我们叫人把你这里夷为平地。对，还这么叫嚣是吧？啊，我看你们才脑袋长坑，居然敢贩卖人口，挣了这种钱，往后的日子我要你们在大牢里面度过。你敢？你这个臭村姑，今天你收留了女孩子，坏我们的好事，让我们大哥损失了100万，我们不跟你计较了。识相了，马上放我们走，最多我到你们村其他地方加过另外一个。最嘴硬就是你们是吧？啊，打不过我还帮助你们那些大哥是吧？啊，我家被你们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就不太怕你们这些人的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你们今天一个也跑不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只有与你吃晚饭。我弄死你！不干！哎呀，不！哎呀，不干！你怎么着啊？怎么着？你打人可是犯法的啊！我可以报警，把你抓了啊！报警啊！你马上报警！我巴不得你报警。兄弟，看警察来了，抓谁？兄弟，你先顶住，我回家叫五哥带兄弟过来啊！你以为你跑得了吗？啊！我家岂有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我告诉你们两个，今天你们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拐卖妇女，贩卖人口。而且你刚说他们的窝里还有几个女孩子是吧？啊，对，这样为你节外生枝，我们先把他们交到警派出所手里，让警察去把那些女孩子通通都解救了，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敢？有什么不敢啊？舅哥要把我卖掉了，今天还有玉涛哥哥大姐，要不然我都被你们卖到哪里去了？没事，但凡有正义的人遇到的都会
管的。下次再弄你，弄你！你想想，以后还能不能出来吧？弄我，走，派出所去！我要放了。喂，你干什么了？那个人抢劫，把我的包包给抢走了。抢劫？那我去追。好，你没事的，我同意去追了。没事。干什么？你这小保安，最好给我束手就擒，不然等下我打得你满地找牙。什么满地的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抢劫吗？抢劫？我告诉你，抢劫是假，抓你这个美妞去卖才是真。哦，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啊！你们是人贩子，你管我们是什么啊？只要能把你抓住，我们干什么都值得。你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，不要逼我动手，不然等一下我老公回来了。保安，老保安。劝你给我少管闲事，要不然老师弄死你！弄死我！朗朗乾坤，光天白日的，竟敢抢劫！抢什么劫？老子不怕告诉你，那个是调虎离山，把你调走后，让你们的势力分解之后，把你们那个女保安抓了。原来你们两公婆是一伙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两公婆？算你眼力尽好，快点束手就擒，或者是滚蛋！束手就擒，我告诉你，估计你那个同伙现在已经被我同事就制服了。去你妹！那你就上去！你就死定了！告诉你，我们这些保安都是练过的。练你们就娘的！还猖狂吗？臭保安，外无好事，你死定了！死定了！给我来！告诉你，今天被我逮到你了，你就洗洁屁股去吃牢饭去，跟老子走！我不走，走！你的受尽皮肉之苦，原来那个跟你是一伙的，你们狼狈为奸，啰啰嗦嗦干什么？还动手吗？放了！一见女流之辈啊！你上这种狠手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现在可是法治的社会，你们什么人不做，做人贩子？少他娘的跟我谈什么法治啊！只要能把你抓住了，我们后半辈子就荣华富贵了。还荣华富贵？但是前提是你不能拐卖人口作为你们赚钱的工具。哼，你们两公婆作案，还祸害别人的家庭是吧？啊！我叫你们有来无回的，你赶快！放开老子！抓住了！放开你！老公，你怎么也被抓住了？怎么见老公啊？他们两个是一伙的，一伙的，是那种调虎离山之势，想把我们两个保安一分为二，好对我下手。赶紧开！原来你们两公婆同流合污，干这种事情！臭保安，我实现了，把我们放了。要不然老大，我们老大过来，你们就死定了。就是你们老大过来要怎么样？告诉你，放开你是不可能的。就是了啊！小心我们大哥带人过来，把你们村搞得鸡犬不宁。还有你这个臭保安啊，你敢对我们动手，我们要你吃不完兜着走。告诉你们两公婆，不要再牙尖嘴利了。被我们逮到了，你们就洗着屁股去吃牢饭去吧！哎，干什么？行了，免了节外生枝，别打了。现在可是法治的社会，别打出人命了。起来，把他弄到派出所去，让他们跑完了，受了法律制裁。
完账。